鸟窝了，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表达韩国人的希望。我韩国一般的韩文希望中华民国跟大韩民国的外交关系的恢复嘛。1992年我韩国单方面的没有领导的没有放弃有意的放弃了外交关系，搁浅了。那时候下令了你们中华民国外交人员在72时间内小时内撤离明洞的官邸，那是不应该的。我们韩国应该要恢复两国的友谊关系。现在香港啊、日本呐、台湾呐、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那个对抗。잠시후에원행을시작하겠습니다参加那个政协，这个机会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说，现在韩国就是现在香港正在就是说那个示威游行，您对他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哎呀，他们很伟大，流水式的李小龙的所谓那个叫做什么流水式的思维，很有智慧，我们。相信他们应该取得胜利啊！네감사합니다혹시기자님다른질문더있나요